最近晋升为电影明星了。是。最近电影拍了呢。明年啊，不是明年。啊，对了，明年。明年过年贺岁片《大三元》，希望大家进电影院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明仔载被杀青啊！明仔载被杀，哦，你今仔过来龙岩，明仔载去拍片。嘿，是。啊，你演啥物会？我演亚白啊，举牌公。举牌公。亚白啊，举牌公。嘿，对，就安尼。叫只大咖去演举牌公。哦，我做英雄的，我做介意的角色。你看，啊，无台词嘛？无台词，完全无台词。所以你做介意？我完全无台词，无一句台词。男主角像张轩瑞。哦。女主角 Ella。哦。过年我哋男主角像彭恰恰。哦。啊，这囡仔都会看个。而且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。一部啊。一部是啥？一部电影的监制。是。彭恰恰先生。第一摆演，你第一摆演电影嘛？第一摆。好，有人演过电影无？啊，七七，哎，因为那个带一片风，蛮奇怪，蛮奇怪，是，以后吼，以后，您这十个联合拍一支电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哎，谢谢彭导，太棒了，有人出钱才有啊，拜托一个，拜托一个，卖好嘛，以后希望我来唱歌，唱几条轻快歌曲，好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，你是我的花朵。脚步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疑的因素，呼喊你让你糊涂，考验我爱的程度，表情高楼大厦霓虹深处，舞动在人群很拘束，拉着我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， Come on， 一起来，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有很多小石头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，一百要请十个来，不简单。这十个拿迄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